样的柱子的话，地震的时候，柱子就会好像掉下来。哦，所以它的原理就是想要呈现一个我们每次听到的那种黄金三角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蹲在里面的时候呢，也是要用正确的方法而保护自己的头部。那么大家就要这样蹲下来，然后手要放在头部，保护着自己的头部，这样缩在一起。所以有东西砸下来的话，我们会可以减低伤害的距离。OK， 是不是贴墙的那个面积越大越好？对。那么不是全部的地方都可以，例如说玻璃啊，瘦小的墙就不能。找一个像类似这样的柱子，然后最重要就是越靠柱子越好。OK。卸下来。嗯。保护头的意思是因为不要给我们的头重击。对。啊 ，OK， 这样子。对，侧边躺下来。OK， 这样。嗯。那其实柱子之外，我们还可以躲在桌子下面，玻璃桌子就千万不可以。铁啊，木啊，对，需要比较巩固的 structure 的啦。对对。OK OK。